迎收看《丹龙石堡华语新闻》，我是沈诗瑜。丹龙石堡鱼丸远近驰名，因为靠海的关系，鱼丸能使用新鲜的鱼肉包制。当地玉荣鱼丸厂制作的鱼丸，深受许多游客与当地人的喜爱，更销售到吉隆坡、怡保等地。现在，让小主播沈诗瑜带你去看看鱼丸的制作过程。玉荣鱼丸厂的鱼丸主要由黄鳝鱼、西刀鱼和鲤鱼制作而成。老板讲究使用最新鲜的食材与鱼肉制作，坚持现打现卖，只需用简单的清汤搭配烹煮，便可品尝出鱼丸的鲜美与爽口弹牙的口感。从挑选鱼肉到制作鱼丸，每个过程都不能马虎。对制作过程的讲究，显示了老板对制作鱼丸的用心与要求。当时把小主播沈诗雨采访报道。